再慢一点的话，可能周围的队伍就会知道这样的一个信息过来劝架了。要知道我们现在的比赛劝架那收益可真的是太大了。就是王道，这边猫猫已经提前被对面的一个夹角枪先放倒了，猫猫没有办法，天堂在另外一个位置打掉了枪。那这样的话，在长条房里面的 LGD 是有人数优势的，怎么说，而且 LGD 这边是有枪线的优势的。没错，哦，窗口外的叮当直接秒掉了程 C。 Suki 这个时候有没有机会反打？没有成功，梦阳包掉了，重任来到了天堂的身上。天堂对战宇阳，但是天堂的状态很好，目前人数的位置已经锁定了。提前枪跳枪有机会吗？天堂应该没有问题，对方是个采血，打到没有子弹了，不要紧张啊天堂，对方不是宇阳，他是梦阳。梦阳也成为了他心目当中的梦魇， LGD 再一次在正面倒在了 ACT 的枪下。